大家好，我是猪猪，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。不知道上节课的内容大家掌握了没有？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二节的内容，现在我们开始吧。心有喜但愿执念，轮回过经年，弹指间繁华开落多少遍，这一世间。现在我们来开始第二节的分解教学，我们首先从上一节课的结束动作开始。一二，双手向二点方向托掌起，一二，脚下动作，左脚抬腿，右脚半脚掌，一二落地，一二，再来一遍，一二三，左手穿手，右手绕头至耳旁，好，脚下步子，膝腿朝向八点方向，一，再来一遍，三四，撩腿出去，向八点方向迈步，同时推手，四，视线朝向一点方向，五，手上动作，向后画圆并盖手，脚下步子，左脚向后撤腿，同时五六并脚，好，再来一遍，五六七，左手穿手，右手绕手，七八，旋转一周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八拍，我再来一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二个八拍，左脚迈步，右脚向旁踢腿，双手向上，二二，同时我们的右脚落后，三四，双手向二点方向撩手，三四五，右脚迈步，左手打开，立半脚掌，双手持平，拉旁腰，我们的视线依旧看向斜下方，提胸腰，双手持平，拉旁腰，回正，同时七八，左脚迈步，右手按掌向八点方向，点翻下，左脚上步，按掌八点方向，好，下面我们来连起来，来一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今天我们的教学就到这里。今天的教学里有两个比较难的动作，一个是上步踢腿，一个是点翻，希望大家课下的时候可以多练习，我们下节课见。每天武林一分钟，秒变女神，很轻松。我彷徨。